穿的是属于生活装，可能就没有换直播的衣服，因为实在是不知道该穿什么了。然后哥，你们可能感觉我这个挺怪异的这个搭配，因为可能对，因为不是直播穿的衣服，都是我平时生活装的衣服。嗯，然后大家有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啊，就是我在那个一麦上，谢谢送礼物的哥哥。对，然后在一麦上，嗯，还有一麦、二麦、三麦的，大家有那个。攻击主播禁言，没事不用禁言。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骂你的是不如你的女人，诋毁你的是得不到你的男人，没事儿。嗯，然后大家那个有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，然后下方有一个直播室通知，然后大家可以勾一勾直播室通知。还有咱们五行五秀嗨翻天，然后大家可以预约一下。嗯，然后我们开始跳下一个舞蹈。下一个你们想看什么类型的？跳这个吧，火辣的。哦，你们说的火辣我基本上懂了。Number nine.
谢谢刷礼物的小哥哥。还有5分钟的时间啊，不到5分钟了。对，我现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然后大家有喜欢的呢，就是给麦序上的主播点点关注，还有这个右下角的直播室通知，然后大家可以勾一下，还有我们上方的这个5弦5序嗨翻天，大家可以预约一下。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，应该是还可以跳一个，口才一般，文化一般，哎呀，这么厉害的你啊！那看来这位老铁应该是文化水平很高呀。长相一般，我天啊，我发现每次来9有3，9有3都会有一些个什么造型师呀、服装设计师啊、然后化妆师啊来点评一下。那你说女生不化妆买那么多化妆品干嘛用啊？放假当摆设吗？对，有禁言不用禁言啊，可能现实中也挺无聊的，我们黑两句就黑两句吧，自我感觉良好就对，就这样就行。然后我们开始跳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嗯。